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节目的开始，先让我们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伟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2014年结的婚，自从我生完二胎以后，他就没有之前那么关心我了，对我越来越冷漠。现在我一个人得养活全家，我的压力很大，但是他根本不理解我，还老是跟我发脾气。我是真心想跟他好好过日子，但是他现在特别嫌弃我，跟我待在一块儿就烦。我感觉我们俩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我这个人不太会表达，但是我一直用我的实际行动来爱他，可他就是感受不到，还老挑我的毛病。有请这对嘉宾，有请。赵先生31岁，来自北京，货车司机，有请。张女士30岁，来自山东，全职主妇，有请。主持人好。好好好，两个人还挺现代哈，摇一摇摇出来的是吧？对，因为微信刚出来的时候这个功能还是就是挺新颖的，就想试一试嘛，啊，就正好匹配上它了。哟，这一配就配了这么多年是吧？配成夫妻了，还有俩娃是吧？对。开货车的？对。长途的？经常跑长途。哎呦，辛苦哎，辛苦这职业。说你夫人过去也跟你一起跑是吧？对，她这个之前是一起跟我跑的，现在在家看老二。从我怀老二以后，她就让我在家待着了，她就不让去了，因为经常要做产检嘛。哦，对对对，怎么样？老二生了之后更幸福了？没有，要不然也不会上这儿了。不是，你们不能这么说，我们这儿怎么了？我们这儿，对不对？我们就是想让老师给调解调解嘛，因为很多问题。啊，那你说说什么问题？就是他是开货车的，嗯，然后原来的时候我也是跟着他开货车，比较心疼他，就想替他开会儿什么的。但是我怀了老二以后，他让我在家待着以后，他就经常跑长途。我跟他说了很多次了，我说你就跑近一点的，每天能回家。然后有的时候你也陪我去做个产检去，都是我一个人去坐公交车，一个人交费，一个人拿药什么的，不容易啊。对，为啥呀？为啥非要跑长途不跑短途，能多陪陪家人？跑长途也是为了这个多挣一点钱嘛，因为当时快有老二了，这个经济压力也挺大的。哦，我得给你挣钱呀，能理解吗？其实挣钱的话近处也可以的。哦，净土也可以，因为你也跟着跑过哈。对呀。所以在你心里，你觉得他是躲你是吗？我就感觉他不想陪我去，他感觉就是来回去医院就挺麻烦的，因为要等结果，然后什么的。行，我听他们说这个，在你产前前一天，你还开车上五环溜了一圈，这是为啥？这妈很厉害，你知道吗？就是。我要去医院待产前一天嘛，啊，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咱准备准备东西，咱赶紧去医院。嗯，然后他人是回来了，但是没待一会儿，我就没找到他人。去哪儿了？当天晚上和这个车队长和调度一局去吃饭了，因为这个马上他要生了嘛，得停车挺长时间的，跟人家打声招呼嘛。哦，然后你就在五环上开了。一圈车？没有，他没跟我说。哦，我生气的就是给他打电话，他的态度啊，就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干嘛去了，他说吃饭去了，我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他说你别管了，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哦，态度。我再打他就不接了，然后给他发微信他也不回。你说我能不生气吗？这当时刚开始吃，给人这个撂那也不太合适，所以就把电话给挂了。啊，你这开了一圈是吗？我就比较生气，孕期嘛，就感觉情绪比较激动，一着急，然后就想着开车出去溜一圈，他回来了找不着我，还不给我打电话给我认错，结果我出去了，他回来给我打了一两个电话，态度还特别强硬，说你干嘛去了，赶紧回来，就这样。那着急啊，那可不是吗？这明儿就要去医院准备生娃了，你这见不到你着急啊。可是他可以换一个方式呀，他态度那么强硬，
他再打电话我就不接了。那你回家了吗？我想着他多打几个电话，然后我就接了，然后再回去。嗯，就是他第二天早上回来的。那你这一夜去哪儿了呢？没地儿去啊，因为我是远嫁到北京来的啊。然后我就开车上五环了。你不会说开着车在五环绕了一宿吧？对。对呀。嗯。真绕了一宿，沿着五环，开的什么车呀？开的小车。哎呦，吓我一跳！因为把家里货车开走，那可急死人了。绕了一宿啊。对，实在没办法了，他也不打电话叫我回去，然后我就自己回去了。厉害，你没去找。我当时这个回家之后，看车没在家，他也没在家，当时挺着急的，给他打电话。这找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呀，然后给他打电话，我让他回来，他也不回来，当时挺着急，说话可能这个稍微口气硬了一点。嗯，后来再给他打电话，他就也不接了，这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然后给那你在床上睡得那么香，这一直等到你这个三四点钟也没见你回来，这后来我躺床上那天也实在是太累了，躺床上这不知不觉这睡着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四五点钟吧。车还有油，我跑，我的天，你真可以。然后就去医院了，生产过程顺利吗？也不顺利。哦，咋了？因为我是要剖腹产嘛，孩子比较大，然后他跟人说这个镇痛泵没用，他跟人医生说不用镇痛泵，到手术室里边他不是全麻，然后医生跟我们聊天嘛，然后说你老公说不用镇痛泵，我以为说给我开玩笑，结果我出来以后是真没有镇痛泵，特别疼，麻药过了以后就是刀口疼的我都哭了。嗯，当时我听这个朋友说这个镇痛泵这个不管用，所以就没选择用。这件事我确实做的也有点不对，但是这个上上不完了吗？这个生完了这就上不了了，这个镇痛泵。啊？你们虽然生过都不知道是吧？没包啊。他要在术前放在后腰上，当时我也挺后悔的，这没给他用，这听朋友说的。然后看他这个疼得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对他这个挺愧疚的。回去给父母点钱，让父母给他买了一些这个营养品啊。然后我从网上也给他买了一些营养品，让他这个好好补一补身子嘛。哎，行，但是这仇你记下来了是吧？对，我给他们家生儿育女，他竟然为了省这两个钱，连镇痛泵都不给我用。哎，不是，行，这我妹帮他记下了，还有啥？就是他对我花钱特别吝啬。嗯，咋吝啬呢？就是我骑电动车，然后跟车撞了，然后脸上也受伤了，磕掉了八颗牙。嗯，就是时间比较长了，然后牙经常发炎，我就经常去医院嘛。然后医生说，要不然你做一个种植牙吧。嗯，就是这个用的时间也长，如果你保养好的话，能用一辈子。嗯，回来我就跟他说了。然后他不同意，后来也不是说没给他换，给他种了，但是当时回来听他说他需要种八颗得花13万呢，我就一个开货车的，这个钱对于我来说这数目也不算小，挺多的，因为家里就这点积蓄，给他花了就没有了。啊，理解理解。后来种没种啊？种了。不是还是给您种了吗？那您还说他干嘛呀？可是他也特别不痛快，特别不情愿。行行行，这又是一笔花钱不情愿，啊，说吧，还有啥？他老感觉经济压力大，实际上是他花钱也大手大脚的。他出车回来了以后，每次都带孩子出去吃饭去，还吃西餐，然后逛商场，然后看见什么就买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给孩子买一堆的衣服，他平时上学就穿校服，买那么多衣服干嘛呀？还有好多没穿，他就已经小了。哦。他紧着点过其实没什么的。这是因为我这个平常在家时间比较少，陪孩子时间也比较少，我只能说在这个经济方面多给孩子一些这个补偿。不是，这个吃西餐带您去吗？带。我以为他只带孩子呢，也带你，那你还抱怨什么呀？买衣服给你买吗？不买。问题出在这儿，咱再往下听啊，看这妻子还有什么不满意。说，就是我怀孕的时候，就是不跟他去了嘛。啊。然后我就想着他在外边那么辛苦，我就把家照顾好了呗。对。我就带着公公婆婆出去逛逛街，吃吃饭，然后就给我婆婆多买点营养品，这他都生气。
你说多自私，还是给他爸妈花钱呢。这俩人今天是来花式互夸是吧？来来来来，为什么呀？我听听。这是因为这个钱都是我挣的，然后他给我父母花钱，他总在我父母面前装那个老好人啊，让我父母现在开始这个管我。这以前我父母也不怎么管我，我出去吃饭什么的。当然最近一年总说我，比我过去42年这说的都多。哦，这钱花的值啊，就把公婆全部拉到你的阵营里了是吧？其实不是，嗯，因为我婆婆原来有点脑血栓啊，就是我想着多给她买点营养品，然后少生病嘛，这样不也是为她减少经济压力吗？挺好挺好挺好。再就是她确实是挺辛苦的，我们老大都是她在看着，然后做饭也是她老人家在做着。行，反正都有颗感恩的心就好。其实人不是向着我，他太过分了，我还怀着孕呢，他都不关心我，他就出去跟朋友吃饭，然后打球去了。公公婆给他打电话也是感觉他太过分了，你不多关心关心我，你跟朋友去干嘛去？这我回来时间本身就比较少，那谁还没有2-3个朋友了，那我也需要交际。跑车回来累了，想娱乐一下，但是家里还有一大摊子事儿呢，妻子肯定就不满意，是吧？对。什么事儿最让你伤心？就是我是山东济南的嘛，远嫁到这边来的。我生完老二以后，然后我爸妈就是家里开小卖部的嘛，然后脱不开身，就是只让我妈来了待了2天。我就想生完孩子，我爸还没见过呢，老人家肯定想看看孩子嘛。是。就是说坐完月子让他带着我回娘家。啊。他这都不同意。为啥？是因为那会儿11老二刚出完满月，孩子太小了，开车得开4个多小时，我怕孩子受不了，我说过一段时间再回去，但是他这不同意，然后他这自己就开车回去了。你自己开车？对。带老大谁管啊？老大自己坐着。老大多大呀？老大7岁。男孩女孩？男孩。7岁的男孩。嗯。老二男孩女孩啊？女孩。哦，一7岁的儿子坐车里头看着一个7个月的妹妹。4个月。4个月的妹妹。嗯。你自己开车。嗯。4个小时路程。对。开回济南。对。你那么大胆儿啊。我特别生气，正好赶上10月1嘛，让他陪我回去。再说了，老大也说想去，他说过几个月去，那老大又上学了。那让老大感觉我是不是太偏心了，只带老二不带他了呀？哦，但是你11不都堵车吗？高速上多堵啊！你没堵啊？堵。你看看，回去的时候还挺顺利的。哦。但是回来以后，然后堵车，然后又加上下雨，下大雨，然后时间比较长，然后老二就开始哭，一个劲儿的哭。可不是吗？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呀，只能把车停到应急车道上去了。啊。正好这边这个警车从这边路过，然后就过来了嘛。警察下来一问，看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还挺同情我的。啊，就是天津的交警。我们天津交警。对。那有人情味了，肯定给你送到交界处了吧？对，给我送过交界处，正好送过堵车的那段了。然后我回来跟他说，他还说这不是你自找的吗？他当时开车走你都不知道啊，兄弟。他走时候也没跟我说，我第二天给他打电话才知道。他当天晚上老婆孩子，他第二天早上走的。哦，第二天早上走的。对，然后我第二天看他没在家，孩子也没在家，给他打电话才知道他走了的。那你当时心情是不是欢呼雀跃啊？终于走了，我自己玩6天，是不是？是不是这么个心情？不是。那你为啥不坐个火车追去呢？当时也挺那个。担心他的，给他打电话什么的，但是我怕我这个开车追他去，这怕他爸妈以为我们俩吵架打架了呢。我也是这个这么大了也要脸要面，不就是吵架了吗？所以今儿来干嘛呀？就是想让老师们批评他一下，让他改正一下。让他改啥呀？就是我就想他能在生活中多关心我。嗯。然后跑车的时候也尽量别训我了。都不带你了还训你啥呀？以后等孩子大一点肯定还是要跟他去跑车去的。这个行业太危险了，还是两个人开比较安全点。对，反正你就缠上他了，就是你走到哪我都要黏着你，对吧？算是吧。那我就问几个问题啊。这个还爱他吗？爱他。你觉得你幸福吗？还幸福。
别呀，干嘛犹豫啊？信我，信我啊！喜欢。张大老师羡慕的嘴都那个什么了是吧？这真给我难住了，你还要咋呢？没有，他都不给我用止痛棒。这事儿不过去了吗？我能记一辈子。这个我倒是理解啊，就是说你俩真的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虽然已经很幸福，但是你俩现在处在一个盲区，就是看不到对方的好，然后不知道自己的福。你们不知道我们都羡慕坏了吗？儿女双全，有一个知冷知热的老婆，不给你找麻烦，跟婆婆关系搞得倍儿好，这是您的福呀，对吧？对 对。我跟你说，您要找一个挑事儿的媳妇儿回来，你那大车路上你就一直接电话吧，你妈又怎么了？你妈又怎么了？然后那边是你妈跟你说，你看你媳妇儿怎么回事，你就更开不好车了，所以你看不到你的福啊。同样派的也是说到这止痛泵的事儿，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要提前上的，他也是道听途说呀，对不对？你不能埋怨说你连止痛泵都不给我上，他肯定是听别人说啊那个不好，没有作用，反倒白上。他真不是心疼那两个钱，他都能带孩子去吃西餐，照你的话来讲那么浪费，都不懂得节约，你觉得他会在孩子身上省钱吗？在孩子和你身上省钱吗？不会的，他就是没有这个常识，就像我们一样，生过孩子的人都不知道哦，这止疼泵是要只能在之前上，之后上不了的。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再揪着这个事儿不放，这是你心里的一个结儿，从今天开始你就把这个结儿打开了。他不是因为不舍得这两个钱，他是因为不懂，你可以怪他无知，可以怪他之前不做功课，但是你不能说你不疼我。其次，接下来你说带着孩子去吃西餐，大手大脚的，不是对你们的孩子好，怎么你也吃醋啊？不是，因为好多没必要的钱。没必要，我觉得那牙也挺没必要的，除了种植牙也有其他的方式啊。你不知道你们家里有多少积蓄吗？你指责他说你都不舍得给我花这个钱，更何况人家后来给你花了呀，你这不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吗？还有说到那个开车的问题啊，我真不建议你跟他一起跑车，那样不是拉近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在让你们两个人之间亲密关系反而变得疏远。你在家好好的带孩子，找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挺好的。而且还有一点，你是不是刚生产完没多长时间？对。所以你现在是处于那种焦虑的情绪，就是作一作闹一闹，你就多给予他一些关怀，因为他现在处在特殊时期，过了这个时期他这个劲儿就过去了。但如果你要在这个时期让他过不去，你一辈子这个坎儿都迈不过去，就像这个止疼泵一样，他能说一辈子事儿，明白了吗？明白了。也知道一下自己的福到底在哪儿啊。谢谢。男生你真的懂了？懂了懂了。能做到吗？我真觉得你够呛，因为你们婚姻中一个核心的点你没有看到，就是你太有安全感了，心里就特别踏实，我无论什么状态他都会依然爱我。你是不是这么觉得？这女人肯定不会跑，给我生了俩娃，天天惦记着和我一起跑车，那爱我爱着呢，是吧？是。所以呀，你累的时候你就不耐烦了，你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不想听他唠叨了。但是你要知道，婚姻是一辈子要经营的事儿，不是我们觉得对方爱自己就可以不去对婚姻多一分敬畏。你就得在自己有点累了不想说话的时候听他在你旁边唠叨，这就是日子。
刚才他还开玩笑说七年之痒了，是我们婚姻生活平淡了之后，我们感情够深之后，可以有一些相对自我的地方，但是你也要去感受他的需求，尤其半夜他一个大肚子跑出去绕五环，你还不得急赤白脸的跑出去满世界的找啊，你倒能睡着觉，你是真有安全感。当时也挺着急的，但是不知道去哪儿找啊。那你也出门啊，你态度先表现出来呀，你好回家躺床上呼呼大睡了。所以还是要把自己的精神头提起来，认真的经营婚姻中的每一天，懒不得。你听我说他还挺高兴是吗？嗯，是。你也一样，我跟你说，你也是太有安全感了。你知道他爱你，他再有时候心烦不愿意理你，他心也在你身上，在这个家里，在孩子身上，对吧？所以你说你干这事儿，明明知道自己第二天要生产，大着个肚子去遛五环，你既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也不爱惜你肚子里的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冲动？为什么会这么不顾后果？他也把你宠得可以，反正你知道，我作到天儿，我老公还是会回家，还得照顾我和孩子，还是爱我们的，不可以这样。其实我就想让他给我认个错，认错也不能用这种方式。你再唠叨他烦他，他也有真的心烦的一天。万一哪天这感情在唠叨中一点点变淡呢？你想过后果吗？婚姻中不要总是那么有安全感，多一点警惕之心，多一点敬畏之心，可能婚姻会经营得更加美满。谢谢，谢谢老师。哎，男生，咱们能不能把长途的业务改成近途的？现在我这经济压力也挺大的，跑短途的话挣的没有那么多，跑长途能差多少？能差50%以上吧。哦，你愿意舍去一半的家里的收入，然后让他能经常回家，你愿意吗？你不愿意，对不对？如果真这么做的话，你那口牙怎么换呢？对吧？如果真这么做的话，怎么带孩子一起出去吃饭呢？对吧？怎么有实力去在五环上去费油呢？所以你不能又要他挣得多，一边又要让他在自己身边。而且你跟他一起开车两点，第一，话是说帮他解解路上的乏，解解闷，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说的都是唠叨的话，那可能会更危险。这司机一旦心情不稳定起来，那可会出大事儿的，对吗？第二，我们家庭是讲究分工的，分工好了，我负责什么，我就得让老公在外面踏踏实实的去工作，不要一会儿想你绕五环去了，一会儿带着一个人一拖二去回家了，不能这么做呀。我们可以去表达需要沟通、需要爱的方式，但是不能采取不正确的方法。男生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啊，看你能不能想起来啊，你多久没说我爱你了？几年？绝对得按年算，为什么呢？刚才川儿说你爱吗？然后你很别扭的，爱，这到底是叹气还是爱？你分得清楚吗？再忙也不要忘了自己为什么而忙。你跑长途没有问题，但是一定多关怀，好不好？哎，今天我看到你们，我其实也挺开心的，因为我觉得从你们两个人身上也看到特别好的东西，就比如你吧。我从你身上能看到勤劳，我觉得这点特别好，然后也有温馨。从你身上我能看到力量，虽然你有一些行为啊，我不是很赞成啊，但至少力量感我是能看到的。我刚才一直在判断你到底要什么，我觉得你们现在是一个家庭未来规划的问题。你嫌他陪伴太少，对吧？你要跟车不就这个事儿吗？其实就是老公陪伴太少嘛，长途一跑好多天嘛，是不是这个事儿？是。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跟他车，你那两娃的陪伴时间不也少吗？是不是？所以家庭规划哦，我们是去找需求，陪伴少我们就想办法解决陪伴这个问题嘛。而且啊，你想啊，就是在国际上面有一个原则，就是一些高风险的行业是不赞成夫妻同时做的，不允许两个人同时处在同一个风险里面，就是我们不能给家庭造成不能承受的风险。我倒是觉得干脆连你老公都不要跑货车。我们先不谈收入啊，为什么？你现在一儿一女，你是唯一经济支柱，对不对？对。跑货车风险很大，对不对？对。所以啊，你看你唯一的经济支柱却在从事一个风险很大的事情，
而且你老婆觉得从事这个事情陪伴太少。所以我们正确的规划方式是什么？反而是你老公不应该从事这个行业。好，这个时候你又说了，收入少很多啊。打比方说啊，我们就跑车，我跑滴滴，你老公不跑长途了，是不是每天都能见面了？对。那么是不是你也能找工作了？行。你看那一半的收入是不是填上了？就是我给你模拟的这一套是我们家庭的规划的原则，就是我们先找出我们的需求，我的需求就是第一个风险大，第二个我们需要陪伴，然后说好，我们通过这个东西推导出一个结果，两个人的收入填一个人的收入，安全了，陪伴也多了，收入又回到那个尺度了，一儿一女每天都能见到。所以啊，生活是需要智慧的，我们通过生活的智慧把这事给解决就好了。就这样，祝福你们。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其实人的成长是分阶段的，情感也分阶段，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已经小学毕业了，我们知道怎么学了，要转入到一个新的学习旅程当中了。这个旅程如何养育好两个孩子，慢慢的父母年长了，又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这应该就是初中的一个命题了。带着这个命题来，来得挺好的，老师们出了一些主意，遇到问题就解决嘛，加油吧。接下来把时间留给他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这我也会听取各位老师的意见，以后尽量换一个工作，抓时间多陪陪你，希望我们这以后还能走下去。其实听了各位老师的指导，我也知道我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我希望你能把重心也能分担到家里边一部分，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坚持下来。可以。你需要我抱的时候，我在搬砖吗？我是放下砖还是去抱你吗？这就是刚才一直说的，小学毕业了，您不再是小学生了，您是初中生了，方式应该跟过去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谢谢你，谢谢两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哎，这期题录的这个心里很温暖啊，你又看到了所谓爱情的这个模样，它在变化，但是那个核心的东西不会变，尊重、理解、体谅，请开门。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老师。下次我们做一特别节目啊，就把来我们节目那些特别能拿捏男人的女人，我们做一特辑，就叫我是怎么驯夫的，我们邀请您来啊。这老公训练得多好，你看，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啊。经历了生活上巨大的打击，你不但不体谅我，还一直在给我施加压力。曾经那个善解人意的你到底去哪儿了？你现在不仅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在家游手好闲，还一直给我画饼，我真的看不到未来，我也不知道我们还能如何走下去。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潘先生31岁，来自河北待业，有请。唐女士40岁，来自河北微商，有请唐女士，有请。欢迎老魏啊，谈了一年了是吧？是的。啊，您这岁数应该有过一些经历是吧？是的。啊，有孩子吗？有。孩子多大？15岁。男孩女孩？男孩。跟谁啊？现在跟我父母住，平时周六周日过来。31岁。对。您应该是没有过婚姻吧？没有没有没有。认识一年多，谁追的谁呀？是我俩，算是我追的他吧。什么叫算是啊？因为那个时候也正是算是我比较一个低谷期，他特别善解人意，我们俩也比较聊得来，我就说我们在一起吧。然后他也对我挺有意思，所以说我们就这么走到一起。就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呢？怎么还？因为我们之前就有过一些就是说往来，但是不是特别密切。这个往来是指朋友之间往来，不是生意上？哦，生意上啊，对，哦，对。所以那就叫水到渠成啊，对。那出啥问题了？他最近就是总觉着我就是特别大男子主义。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相差9岁，其实在一起挺不容易的啊，就是因为岁数的原因嘛。其实我心里就是说，在我之前的那种心理，我不是不太接受的。但后来我越觉得他，我生意失败以后，我前女友也背叛了我，离我而去了。所以说他，我跟他聊，他就给我发微信，我们就平时沟通的也挺好，然后他挺善解人意的，在金钱这一方面吧，他也能对我有一些帮助，精神上对我也有一些帮助。哦，您找了他等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双丰收，是这意思吧？其实我最初的想法真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就觉得他特别善解人意。但是客观上是这样啊，客观上是这样。对吧？对，这个资料上面写着您现在待业，待业，对，您还在做买卖。是的。那就是您养着他呗，算这么说吧。我因为刚开始经济条件也挺好的啊，然后他就是最近就觉得我可能在家待着，每天基本上都是吵架。他回来下到班回来以后，人也是特别的不开心。然后就觉得我在家无所事事，其实我并不是无所事事，我只是在经受了一段打击以后，我想沉淀一下，我累了我也想休息一下。他开始时候干劲还挺十足的，最近半年我就发现他比较懒散，什么也不干了，家务活也不帮我了。然后呢，我工作完了回家还得伺候他，给他做饭，我就很累。然后他还挑我这个挑我那个的，说我这个一个女人整天的回家这么晚，不给他做饭了。应该你作为女人来讲，你应该是这样的状态呀。我怎么叫应该呀？你就是太大男子主义了。女人我觉得就是应该勤俭持家，就是说我是现在我在家待着，我是确实没工作，你现在经济支撑着我，但是我并不是以后代表我不出去工作，我是在调整我自己的情绪，我会以后有更好的发展。我有这个想法，我也是为了咱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呀。你这种情绪都调整半年了，整天说给我大富大贵的生活，其实我并不需要这种生活，主持人你知道吗？我理解理解。我只希望他把这些毛病改一下，别太懒散了，帮我做做家务活什么，帮我打理打理生意，我就特别的知足。可是我，行，关键的问题不讨论了，我们听懂了。还有别的事儿吗？啊，有，就是有一次他出去买菜，他说那个我出去买点菜，晚上咱们做饭吃。我说好，我就在家等。我等着最少得有2.5个小时，然后我也没等到，因为正是饭点儿，我就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遇见了他之前的那个朋友，然后他说聊给我聊忘了。你给我聊忘了，那你我在家里等，一直等着你打电话也不接，那你倒是告诉我一声啊。我并不是说是差这一顿饭你知道吗，而是我最在意的就是说你那个朋友我又不是不认识，对吧？你的朋友每天都知道吃喝玩乐，也不知道就是每天回家照顾他老公和孩子，孩子往他那个爸妈那一扔也不管。我不想你变成那样的人。你就觉得女人就应该围着锅台转，我稍微有一点晚一点你就不开心，你就生气。这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呀，女生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那你这是不是大男子主义？你问问主持人啊，是大男子主义吗？他这个我觉得不是，真的。因为他首先不是大男子，所以他谈不上主义，不过就是一个连饭都不会做的小男生嘛，仅此而已。对，我本身我都不会做饭嘛，对吧？因为咱俩在一起第一天到现在你也知道是我的，就是我那天我出去朋友给我打电话，知道我心情特别不好，
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出来玩会儿牌吧。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玩钱的，我们都是正常，大家其实就是找一由头，就是在一起聊聊天。因为我这一圈的朋友都是以前一起在一起做生意的这些朋友，我可能就回去晚了，我给他打电话他没听着，回去晚生气了，做好了饭，把饭全倒了，我回家一看垃圾桶，我特别气愤，你为什么要倒了呢？我说我又没吃，我那天休息，我给你整理了一下午的饭菜，结果我热了两遍菜你都不回来，你十一点半才回来的，谁还给你留饭呢？谁还知道你那个点还没有吃饭呢？那你至于发那么大气吗？现在你没有电话，拍桌子瞪眼，大发雷霆的，你不应该给我发个信息吗？你出去玩牌你都没告诉我，我还给你发信息，我在家里给你做饭。我说过了，我那并不是出去玩牌，只是朋友叫我出去一起放松放松心情。那么晚你朋友怎么不管你饭呢？这咋了呢？你看我干啥？可不是吗？你回家需要口热菜热饭，人家回家也需要口热饭热菜的，对不对？我在家做饭你还不吃啊？你看不做了吧？你还又说我不做是吧，主持人？啊，这你老问我干什么？你问他，我啥都不知道，我老躺枪。你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应该体现出来那种就是互帮互助的那种精神。体现出什么？互帮互助。对，再把那个词说一下。互相帮助。啊，是互相帮助，是吧？对，互相帮助。我还以为说我们俩在一块儿就得一个帮一个呢。一个就躺在那儿，是互相的啊。对，那我听明白了啊，就是因为我朋友之前一直我们都在研究，就是说想在，因为我做餐饮公司的，做餐饮的，然后他说再想重新再做一个餐饮公司啊，然后我也确实是手里拿不着钱，因为全赔光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能借我10万块钱用用吗？但是他不借，怎么说也不借。那我最后不是借给你了吗？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到底借没借啊？借了，他借冤枉我。你说谎，你是怎么借给我的？我都差给你跪下了。那你借钱，你还不能客客气气的，你还不服软？谁把钱借给你啊？对呀，那我是不是因为我那个钱，我跟你说了，我是给留给孩子上学用的，想，而且你那些生意，我觉得都不靠谱。结果呢？你还是把钱给我赔光了。在你眼里看，就是我做生意钱赔了，那就不靠谱；我要赚钱了呢，那就靠谱，对吗？并不是那样。那我为什么要选择再去迈出这一步？我是想让咱们以后更好的生活。我知道你钱是留给孩子的。等一下，我插一句啊，对，那个钱你是借的啊？啊，对。对，那你把钱还了，你赔跟他没关系啊。对，我说我跟他说过我要还给他。对，马上还。有借条吗？陆琪老师那个意思就是，对他，而且我还特别生气，他让我给他打了借条，打了吗？我打了啊，打了就行，打了就行。而且他每天会拿出来这借条给我看，打了就对了吧？每天会拿出来给我看，他说你看你现在欠我10万块钱，你什么时候还给我呀？对呀，确实也对呀。我说你放心，我一定会还给你的啊。行，那就行。我是想激励你，让你出去找点事儿挣点钱，你还这心不甘情不愿的。你整天说重振旗鼓，重振旗鼓的，你都重振半年了，这半年全靠我挣钱养活你，你倒是帮我做做家务啊，你还挑我这个不吃家，那你出去挣钱不就行了吗？这些我都跟你说过呀，我说是不是暂时的啊？我买点衣服你也说，我喝酒你也说，是没钱还买名牌。我为什么买名牌？出去跟朋友吃饭还装那个冤大头，都是他花钱。因为在我没有就是说经济状况不好之前，因为我穿都是这些，我的朋友身边也都是这样的朋友，我的朋友质量在这儿，对吗？那你说我每天穿的邋邋遢遢的，也不跟朋友聚会，也不出去吃饭去，谁还带你玩？我还怎么再去往下发展？我怎么融入这个圈？你说的那是你以前你有钱的时候，但是现在你没钱了。是靠我的钱，没钱都是，那你花的是我的钱，我难道不会心疼吗？没钱都是暂时的，好吗？暂时你都半年了，你想攒多长时间呢？我搁不住了。更可气的是，我妹妹亲妹妹装修，她说她有个朋友干装修的，说可以给咱们便宜点。我寻思这不挺好的吗？我托了多少关系你不知道？那本身就是，那你妹妹不是我妹妹吗？我是不是这么想的？我是好心，我是找了我的朋友，她干装修的。我说你得好好装的，我说这我那个女朋友的妹妹，我说你好好给你瞧着瞧着。她说，啊行，就我朋友就答应了。装到一半的时候，我朋友就说跟我说，给我打电话说我那个他得加点钱。我说为啥？他妹妹事儿太多了，这管道已经弄好了，他妹妹非要就再给重改。你重改不花钱吗？那他答应的使的品牌装修呢，都没给我们用，然后做好的挂网也没挂，后期会有隐患，最后我算来算去还多花钱了。
我就是那么不靠谱，你跟你朋友一样坑我的钱，我就那么不靠谱。我是不是最后也跟我朋友闹掰了？当时你也在，我是不是我让我朋友，我说你得给退点钱，我朋友退给你10000块钱，对吗？你退点儿，我算着还不如找外人呢，我还不会生这么大气。你说回家了，我那是我亲妹妹，我怎么跟我父母说？那是我男朋友给我找的装修队儿，然后呢还多花我钱了，还坑了我好几万。其实我跟你讲，你现在就是觉得我可能最近一直在家待业，然后花着你的钱，你心里就是不舒服。我做什么都是不舒服，我为你好也不舒服，要我怎么做都是不对的，对吗？你就是甚至你都是不想拿我当家人，你也没拿我当家人。主任你知道吗，他的孩子没事周六周日在他妈家没事也会到我们家来了。我跟他孩子处的关系特别好，好吗？天天跟我干架，就说我对孩子又这么好那么好。那你说以我的这个角度，我跟孩子处的好，你不应该高兴吗？那得好呀，我这么说你那么说，每天都给我唱反调。我管教孩子比较严格，你就偏偏的溺爱他。结果呢，孩子喜欢个手机，他是挺好，买了一个最新款苹果手机，然后呢刷的我的信用卡，最后还款的是我。我现在跟他关系比较好，现在就不怎么听我的了。你这做的买卖太好了。我现在确实是待业的状态，我现在确实是身基本你总是这句话，我现在待业，我要给你大富大贵的生活，我看不到希望了。现在我很累，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很累，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就是溺爱孩子呀。你说我对孩子好，你就不高兴了，你就不愿意了。那我爸身体不好，我接来了，对吧？你也同意了，那你为什么每一天下班回家都跟我甩脸子，都生气，就感觉好像啊，我爸都是多余的一样？这就是你对待老人的一种状态吗？你不知道为什么？主持人，我跟你说一下啊，本来他爸没来之前，就是我在照顾他，我工作回家给他做饭、洗衣服。结果可好，他把他爸又带来了，然后呢，我一起照顾他们爷儿俩，他什么也不管，回到家呢，那厕所都脏死了。他也不来收拾，你说他父亲弄的，我上了一天班还得我来打扫，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你觉得女人就应该持家打扫卫生，那赚钱应该谁做？我反正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就是太大男子主义了。不要把这个词挂在嘴边，他真的不是。还有一次更逗笑啊，他除夕跟朋友自驾游了3天，然后我一生气啊，他也不跟我说，我就跟我朋友出去玩了一天。我给你打电话你接了吗？是我没跟你说吗？你为什么没给我回？你不会再打一个吗？他好吗？不给我回，妥了。人我一看朋友圈，人家醉生梦死呢，在那儿又找他那些女朋友天天喝。他倒是不多喝，但是我一看这是在报复我，那朋友圈发的那些语言，我就觉得我并不是说出去玩，就是朋友叫我，就说咱们出去散散心，正好有点别的事儿，咱们一起谈一谈，再往前走一走。因为你不能一直待着，这是我朋友的出发的角度。那我给你打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你也不回，那你呢？就喝酒。你3天不回家你怎么不说呀？我就出去玩了一天，你就这么数落我，那么数落我说我不持家了，心不在你身上了。事儿大体我已经听明白了，您是不是心里觉得特别特别的委屈？对，就是为什么我落魄的时候你对我这样，觉得特没尊严。 对，那接下来两个人要共同回答我下面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请两位确认你们的关系是什么？男女朋友。是的。只是男女朋友吗？对。第二个问题，男女朋友之间承担怎样的义务呢？我觉得男女朋友至少我是奔着离婚，不是结婚的那种方向去发展的，都是说女生就应该勤俭持家，我应该在外边打拼事业。那你在干嘛呢？按照您的规划。我现在在整理我自己的思绪。好，没关系，我想听听男女朋友之间的责权利是什么。女士回答一下。我认为就是我主外的时候你要主内，我主内的时候你要主外，就是说要共同承担起这个家啊。接下来我问了，我想知道您东山再起的资本在哪儿？我现在暂时没太有资本。那您凭什么东山再起呢？我的最后一步是我的朋友，就是我还有那么几个好朋友。那为什么在你看好的重启买卖东山再起的内部的时候，你没有找你的好朋友拿钱呢？因为说白了，好朋友他永远是朋友，不是家人。没有家人，人家跟你也不是家人，只是男女朋友。但是我拿他，您说是奔着去的，您可没说他是，法律上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男女朋友，对吗？对对。那么请问，你可以吃他的用他的，
那么为什么老爷子也要让他来伺候呢？而且你还那么理直气壮地说就应该你伺候。因为我觉得现在没有你觉得，你觉得你可以让他养着你啊，人家不愿意啊。但是我跟他商量了。商量什么了？我商量，我说我爸身体不太好。你怎么好意思开口呢？我确实是没办法了，这事儿不是应该你自己承担吗？对，那如果现在你离开了他，你怎么办呀？人家不跟你好了，你怎么办呀？找朋友去吧，你不是还有几个好朋友吗？朋友会收留你吗？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歧视一个暂时的失败者，但是我们一定会歧视一个面对生活的无赖。是不是有点无赖啊？欠人钱，你就是男女朋友关系，刚才女朋友要的其实也不多，我在外面打拼，你把家务做好不就完了吗？我回家有口热饭吃，是不是就这要求？人家也没说你什么呀，你还来一个，不就是该女人做的事儿？那男人该做什么呢？男人我觉得应该在外边打拼事业。打拼去啊，时间问题。送外卖去啊，不能干啊，欠人十万块钱，天天躺在家里还来劲得很呢，你觉得合适吗？你凭什么呀？你有什么资格呀？你现在欠人十万块钱，你不出去干活给人还钱，你有什么资格赖在家里啊？你有什么资格刷人家的信用卡给人家儿子买一个苹果手机？你的资格在哪儿？你凭什么刷他的信用卡？我觉得这钱你觉得人凭什么呀？谁挣的钱是你的吗？不是。谁的？他的。个莫名其妙，还花人钱买衣服，买了衣服我要维护资源，维护什么资源？你那些朋友还正眼看你吗？人看你当个笑话吧。拿着女朋友的钱，撑着面子，不踏踏实实的工作，你还我要东山再起，重整旗鼓，起啥呀？别丢男人的脸了。所以我就回牛，他不是大男子主义，大男子首先要顶天立地，这天天吃你的，用你的，喝你的，欺负你，还大男子主义？你还不跑啊？你还不觉醒啊？你想什么呢？他不还欠我十万块钱的吗？哦，你要养这个债主在家里供着是吧？我也挺很委屈的。你委屈啥呀？不是你找的吗？不是你惯的吗？没人说你吗？哎呦真是，哎，你们帮他重振河山吧。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赶紧分开吧，你现在不分开，你想要要回那十万块钱基本上是没戏的。Oh.
生活，颓废到装作自己还是一个曾经光鲜的、有朋友的，还所谓的要东山再起的样子。你就是失败了，你面对他呀，还要什么名牌衣服、好吃好喝？当这个女人看清真相离开你以后，你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你就这么混在自己给自己装成的幻象当中，以为我还能在东山再起，我在朋友中还是一号人物，你就真完了。一个有志气的男子，那应该是在哪儿跌倒我在哪儿爬起来，我哪怕去做一些体力活，去踏踏实实赚每一分钱，让自己的生活缓起来，让自己的女朋友能看到你在努力，这才是一个男人的样子，而不是好吃懒做、爱慕虚荣。你以为你的朋友看得起你吗？现在你想让他们看得起你，不是虚伪的穿一身名牌，是真正的脚踏实地去做事儿。我就告诉你，不是吓唬你，你要这样下去，你的人生一塌糊涂。女生，你是特别缺爱是吧？啊，有点。他什么都没有给你，你还无底线的爱他，无底线的对他好，其实对自己是一种伤害啊。你到头来得到的是什么？自己人财两空，这也是你无底线付出的后果。所以当我们的善良变成没有底线之后，受伤的还是你自己。所以睁大眼睛去找一个值得我们付出的人，好好去爱，好不好？好，赶紧离开。谢谢老师。男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实回答。如果在你生意风生水起的时候，也就是你没有失败的时候，你会看上他吗？不会。好吧，女生知道吗？你看上他无外乎就是现在他能够帮到你，对吧？不完全是，就是可能在我就是说最低谷的那一段时间，他可能给了我更多的心灵上的、精神上的一种帮助，还有经济上。你还真能把他精神上对你的帮助能挂在嘴上，可是你进不了你的心。如果说在经济上帮你，我写一个借条我就可以还给你，就像你刚才说的，我欠他的每一分我都得还给他，不就是钱吗？可是人家要的不是钱，你还口口声声说啊，还对我感情上有这样的一个帮助，或者这样的一个给你温暖，可是你行动上你有没有回馈于他？你现在能给他什么？一分钱都给不了他，对吗？那拜托你帮他做家务啊，你得对他好啊，可你什么也没有做呀，你好冷酷啊。你再想想你为什么这样，也是绝对是有迹可循的。你说我现在最后的依靠是什么？是你的朋友，对吗？是那个需要打肿脸充胖子去买好看的衣服去结交的朋友？是那些骗你女朋友钱的朋友吗？是他们吗？你就是一个想走捷径的一个赌徒。你也知道你跟他绝不会长久的，东山再起之时就是你们俩分手之日，对吗？没有爱情只有利用。你为什么看不到？因为你在感情上和他一样，你也是个赌徒。你赌你这回能够拼一把，能够赚到他对你的感情，因为你付出了10万，因为你不光伺候他还伺候他的父亲，你以为你这些回报是能够换或者能够赌回来他对你的一点温情吗？错了，刚才那句话他回答问题斩钉截铁，因为他绝不会看上，以前不会，现在也没有，今后更不会，明白吗？谢谢老师。该怎么做自己做，就这样。你说他如果真有一天挣了钱，跟你能有什么关系呢？没有。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专门提出一件事儿，就是现在有一些姑娘的圣母心，我不太能理解的一件事，因为我自己失败过，我失败可能比她也大吧。我花了10年时间把自己的债还清，没有拿自己爹妈一分钱，靠写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其实我知道你的工作压力挺大的。不管今天结果如何，其实发自内心的，我真挺有种感谢你的，就是在我这一段时间，你对于我的帮助，真的我就是没有太多再能说出来的话，我就是心里我也觉得，其实刚才几位老师一说，我也心里有一些愧疚。其实我也想过我们开始在一起的那些美好，我也一次一次的抱有希望，但是你让我看不到希望，我有些累了。谢谢两位，请回。谢谢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咨询热线是02-2360-6301，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小心被骗，小心被骗。哎呦，气死我了，简直是！来，预测结果。这还预测啥呀？两个人肯定都不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这男的真的就是太过分了，尤其他说那一句话，说他要是不是落魄到这个时候，他根本不会找他，这不就是侮辱人家吗？对吧？他可怕就是连掩饰都不掩饰，对吧？无耻的坦率。啊，来，严老师，这都说成这样了，还好意思再出来吗？女生应该也不会出来。好，徐总，女生肯定不会出来，男生出来，两个人都有可能出来啊！我告诉你，你要预测对了，你等着，请开门。哎，松了一口气。当这个男生真的离开这位女士之后，也许对他来说是一次重生的机会。我希望他
他可以通过这个节目醒悟，先让自己站起来。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老师一起走进金云中央厨房，走进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和我女朋友恋爱两年了，她呢比我大八岁，我一开始觉得挺好的，双方父母也比较满意，准备考虑结婚。但自从见了她的一些其他亲戚朋友，他们都不看好我们，我也开始有些担忧，我不知道要不要坚持和她走下去。请问你们之间的关系就这么脆弱吗？亲戚朋友这些局外人随便说两句未来的担忧，你就开始发愁了，那你们的关系也可以就此为止了。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